今天的话，大概讲讲两个东西吧，就是一个是规范变换的一边，就是比较基础一点的东西，一个规范变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真性自发破缺。就是虽然我之前有学过，但是这两个还是有一些，就是之前还是比较不清晰，然后最近把它就是算是回顾了一下，对，回顾了一下，然后也就是有就感觉比较更顺了一点，然后我就稍微讲一下我的一些理解。然后首先是讲一下这个规范变化，然后首先的话，对于一个电磁场，它的拉丝量是规范不变的，它的电磁场拉丝量。如果不考虑那个，就如果是真空的，就没有那个电流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其中这个F mu mu 就是它的一个场强张量，这样的一个表达式。然后这个 A。是叫做阿贝尔，对对，这是阿贝尔，就是我的理解吧，就是阿贝尔的规范场是他的，就是阿贝尔他的规范是这样一个系数，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标量。然后，如果是非阿贝尔的，它这里是一个矩阵一点，矩阵，然后它是有一个非对应性的，所以就是阿贝尔和非阿贝尔的一个区别。然后我这里话就先讲，就只讲一下这个阿贝尔。然后这个 A， 它是这个磁石是，它满足了一个。规范变化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变化后是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就这个规范变化的话，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它的是变化后的结果是和它的坐标有关，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局域的一个变化。所以，然后，这里的话我就证明它是一个规范不变的，因为就很容易可以看出它是一个规范不变的量，所以，它两个 mu， 两个 f 相乘之后的拉丝量，它也是一个规范不变的量。这里就，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考虑一个。自由的狄拉克场，它的拉丝量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它不满足一个规范不变，然后就大概简单的计算一下。变化后的一个结构，然后这里是规范，做一个规范变换之后，是这个 psi bar 和 psi 会产生一个相应的变化，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个 alpha 也就是一个坐标的函数。简单算一下，它做一个规范变化后的一个形式。
要把这一个子东西就把它移到这中间这一块的左边，就可以消去，然后就可以算一下。首先就是这个 PM 跟 PSI 二十五，因为作用在这个 EIQR 的话，作用在这一个整体上的话，是会出来两项，一项就是直接作用在这个 PSI 上面，然后另外一项是作用在这个 EIQR 上面。然后直接作用在 PSI 上面的话，就相当于这个 EIQR 法直接移到了左边。然后再作用在这个 EIQR 法上面会出来一下，出来都这样一下，然后这个质量呢还是没有影响。然后所以是会多出这样一下，那么最终结果就是会变成，然后这个移过来了之后就可以和这边消去，最后它在规范变换后的结果是。这里因为它乘上去之后，就是因为这里还有个系数，所以这里应该是负的 Q 杠杆下一下，所以最后它的结果是。是一个规范实验的大质量，然后为了让它也满足一个规范实验，然后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说把这里这个偏微分把它变成一个斜变导数，也就是把二十五变成一个斜变导数，它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这个拉丝量也相应的变为，把这个是带进去，就带进去写下来的话。这一项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代位，就是这样的一个限制。然后我们首先先证明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拉丝量，它是一个规范不变的一个量。下这个他们这个 PSI 等于是这他满足的一个 PSI 和这个 AMU 他满足的一个规范变换是这样的形式，然后写在一起。
阿尔法全都是一个今天做的阿尔法，然后考虑在这个 L 在这样的一个微观变换下，它的一个变换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拉式量。变成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个就是因为比赛霸和比赛做微观变换之后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这一项是因为 Neo 做一个微观变换之后出来的结果，然后也同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项它会变成什么，它也是在这个 Partial。没有作用在它上面之后，也是会变成两项。所以像这个不选用之后，还会多出一项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其他都是相同的。可以看到，它选六，就是在它多出来的这一项，恰好和这个 A 六做微观变换之后多出来的一项就抵消掉了，最终得到的是一个相同的一个形式。这个拉丝量确实是一个不断变的一个量，然后可以证明到它可以写成一个更简洁一点的形式，就是然后这里的 D slash。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一步的话，到这里，都是以前都学过很多次，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接触到。但是这周吧，我之前一直就对这样的一步，就是把这个普通导数，把它升级成一个斜变导数，就对它的意义不是非常理解。然后其实，然后这次的话是，因为以前一直都是就保持这样的形式去看它，然后这次的话是，第一次算把它拆开来，然后拆开来之后，这样的一个那个操作就是可以非常的。它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把普通导数升级成一个斜变导数之后，像这个拉丝量其实是变成了自由场的狄拉克的拉丝，自由的狄拉克场的拉丝量，
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阿斯亮，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它是通过这个，就是说，费米子跟光子的耦合，对，通过对称性引入，这个耦合相成。对，就是这样的。是一个名言，著名的一个名言，对称性决定相互作用。对。规范相互作用就是对称性决定。你这个理论物理的一个美学的特征啊。对。是对称性，就是。杨先生以前经常讲物理学英语。让我们当时还是一年级本科生的时候就听他讲，当时是不生气。然后算是，那时就对他才有这样的认识，就是把这个弗洛姆的导数变成斜面导数，就是相当于在这个自由场上加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偶像，也就是把这个电子和光子。就对半场耦合起来，也就是说，为了让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一个狄拉克场具有这样的一个规范不变性，我们需要引入这样的一个规范场，也就是这个 A 运，然后让并且让它们耦合，也就具有这样的一个偶像，然后经过推导，也就发现它。重新得到一个拉斯量，确实是具有一个这样的规范不变性。然后顺便也写一下这个，QED 它的一个拉斯量，也就是这个拉斯量再加上这个电磁场的一个，就再加上这个电磁场本身的一个动能项，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一项就是电磁场的一个动能项，这一项其实是包含了这个狄拉克场的动能项，以及这个狄拉克场和这个电磁场它一个耦合的一个结果。然后接下来的话，我讲一下这个就对称性自爆破缺。是考虑一个电磁场，就是一个 U 一规范的场，一个负标量的场，这样一个范进行一个耦合的话，然后就和这里类似的，可以写出它的一个拉斯量，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因为这第一项是就电磁场的一个动能项。加上这一项也是这一项类似，包含了这个负标量场的一个动能项，以及这两个。电磁场和这个负标量场的耦合的部分，因为它这也是一个斜面导数。然后这一项的话就是这个负标量场自身的一个自相互作用，可以把它就简称成一个大写的 E， 就是跟这个。势能比较类似，然后这里的斜面导数其实它的定义和我们之前的定义是一样的，就是
要求这样的一个当堂词的一个大于。那一个，因为 lambda 是大于零的，这就是一个平方项，所以它是大于等于零的，就是它的直角之点就是大于等于零，然后对应的也就是这个 phi 这个 phi 等于等于一，然后它也是满足一个规范不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规范变化下，它也是规范不变。这里就是这里，然后我们考虑，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直角之点，然后我们考虑它在这个点的一个，就是这个势能存在一个直角之点，然后我们考虑将这个 phi 在这个势能的直角之点做一个展开，然后展开的结果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项的话，就把它就是一个项因子。因为它在这样的一个规范变化下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个就对这整个系统做一个规范变化，就是把它 phi 变换成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项因子给消去，然后这样的相当于是把它的一个规范给确定了下来，然后这样的一个规范取法就叫做是标正规范。然后其实在这一步的时候，相当于说把这个，把它的腰正，把它的规范对称性给破除掉了。所以，因为我们取定了这样一个规范，它就，如果再对它做任意的这样一个规范变化，它就不满足这样的一个规范，所以就不可以对它做一个变化。然后，所以说。这里的对称性自发破缺，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人为把它破缺掉了。然后破缺掉了，在这里的话是把它的规范对称性给破缺掉了。不是这个意思，对称性破缺是由这个势能的最低点决定的，你给定了这样的一个势，也使得最低能量最稳定，那自然就会落到一个最低点。然后
起邀正规范呢？起什么规范跟你的物理的可观测量是无关的，邀正规范呢只是其中的一种规范嘛，就是方便计算。对，在这里面比如那个一些波子，这里就有 Higgs 机制了，因为你跟规范成果合了嘛，所以它其实是规范波子的获得质量，这就是一个 Higgs 机制了。像这些火球的波斯的波子，波斯的波子它要被那个规范上吃掉了，变成规范上的正向膨胀，所以它那些就不是物理上，它就变成了，它就不带理物理的自由度，如果你不跟规范上耦合的话，你这个就会它会变成一个零质量的波斯波色子啊。但是跟规范上耦合之后，规范上获得质量，它这个波斯波色子就没了。所以像这个阿尔法场，它其实就不存在了。所以邀正规范就叫做物理的规范，就是说按物理的自由度来算数计数的话，那个阿尔法就不是一个物理的场了，它已经被波斯波色那个已经成为。有质量的矢量规范波色的纵向膨胀，所以具体你物理计算你起邀正规范啊，或者是起什么阿克西规范什么之类的，算出来的物理可观测量严格上是不应该依赖这个规范选择的，除非你是微扰计算啊，比如你算到某一阶，有时候你没有算到所有阶的时候，有可能会依赖规范，因为比如像贝塔函数啊之类的，虽然你算到几千组，有时候还可能还有一定的规范依赖性，但是原则上可观测量是不依赖规范的。对，这对称自发破且不是人为的。这邀正规范只是你计算的时候一个选择的方便，但邀正规范不是可重整规范。那个从后部的做那个选择的那个阿克西规范，那个就是可重整，对自发对称性破且规范里那个。就是我们选取这样的一个规范，然后 phi 就变成了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有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就在此基础上来计算一下它的这个拉斯量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然后看一下是这个规范场的质量项是怎么出现的。这里的话是指这个微分是作用在左边，作用在这个 phi 这个上，然后把它展开，读出来
再分别这条，就分别计算这三项，把这样的一个结果带进去。一项的话，这里面这两项其实 是相邻，因为这里不是实数，所以就这一项直接消掉了，是这一项其实等于。稍微整理一下的话，你看到这个，就是这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最终把这一二再带回到这个是得到这个拉斯量最终的形式。这四项都是来自于一，也就是从这个这一项拆开，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其中这一项的话，相当于是这个 H 它的一个也是动能项的东西。这一项其实就是就定义了这个规范场它的一个质量。然后这一项的话，因为有一个 H， 就是是这个原案场与这个规范场的一个相互作用，这一项也是一个相互作用项。所以，然后这一项其实是因为是四能项，就是这一项是一个 H 的大作用。也给出了一个这个主要暗场的一个它的质量，然后稍微写一下，对吧？这里的话，我们假设这个 Q 和 V 就是正，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规范场它的质量项，确实是由这个它和这个质量场耦合的这一部分分布出来。然后我就。是，我还是对这个觉得有点，就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会取了，就是它存在，就是这个四能存在一个极小值，就为什么就会对称性就会过去？它的这个极小值是在 Φ 不等于零的时候，如果
小时是在 Fed 等于零的话，它就不过去了。就其实它这个经典的这个拉式量还是有这个对称性，但是因为你的量子理论要求在你的那个势能最低点附近做微扰，所以当你这个势能的，就是你微扰的这个地方附近，它可能不在你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基态，就是说你的拉式量是满足对称性的啊。对。嗯，然后你有一堆基态后弦者，这堆基态的全集也是满足对称性的。好。但是现实世界你只有一个基态啊，你落到了其中一个的话，你就破坏了这个对称性，就是基态你只要选定其中一个，就破坏了这个对称性。然后你在基态的名义做它的激发态啊展开，那当然这个对称性破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的话，我们选的是这个势能，它为你的一个基态，就是这样的一个。对你这个基态，本来它坏的话，它还有一个相对的自由度的，对吧？对对。那你选了这个，选定了它一个具体的值之后，这个其实破坏了对称性嘛。就是说，不是这里选定了。然后破坏了它的对称性，而是在这里选定的它的对称性。那个相位应该是被吸收到的。那个就是你那个选定一个之后，你可以兴起一个相位啊，啊，这是可以。但是你将它 fix 之后，你就破坏了对称性。因为你如果基态你取遍所有基态的话。这基态的全体空间当然还是对称的，对吧？但是你一旦选定其中之一，现实世界就只有其中之一，就像你那个一个布袋里面有五个球，它们都是相同的，你起出一个来，你就破坏了这个对称性。就那个洛希哥帽不就是很形象吗？你刚你如果是phi是零的时候是最低点的时候，是吧？那还是一个这样绕一周对称性。如果它的最低点是在那个槽上的话，你不管你落到你其中的槽上的哪一个位置，你都破坏了这个转动对称性。除了这个 Higgs 机制之外，还有一种机制叫做。冷的液体机制也可以给微观成什么？不过我觉得可能你精力有限，也就看到液体机制的。然后你下一步在这个基础上，把那个惰性标量二乘三模型研究一下啊。然后再学那个什么，再学那个更高的啊，就是给你的那个质量，好吧？然后把那个它的文章中以费米那个什么费米的那个观测结果有关的东西，把它搞明白。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在讨论组发言嘛？你要放在那个组，它对你这个理论啊，还有包括费米的这个宇宙线的问题，它也是熟悉的。就是说你想学的任何知识他都是熟悉的，你有什么问题在 QQ 讨论图上问他会回答你，好吧？就是这里说它是就是一个希格斯机制，就是具体是指说哪一部分是希格斯机制，就是说对称性自然破切，然后加上规范中获得质量。如果你比如单独的一个那个 phi 场，它是一个普通导数加上 phi 的四式自，就是说自相互作用势能，你不跟规范场偶尔体现的随分导数这个相，你这样会出来一个零质量的玻色玻色子，这个就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玻色最先发现的，它本身有个 global 的意义。对对对，那个就是 global 的对称性自然破切。你这个
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一时爱鸟嘛，使得林之亮的波斯波特子不见了，又使得龟山波特子获得了质量。那当时对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对这种，比如对认知的剖析的疑虑，就是说我没有在实验上看到林之亮的这些标章粒子，啊，我没有发现，就是说，然后他们又说这些。那个什么，如果你的阳 BS 理论的话，你会要求有零质量的规范场嘛？但是我也没发现嘛，是吧？哎，这个 Higgs 机制它就是从是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它解释了为什么不会有零质量波斯波特，解释了这个规范场为什么会有质量，就是那个弱相不就是那个有质量的规范场，那个媒介的，就是那个费米理论。它不是波色的那些有质量的部分，但是当时那个杨密埃斯在五十年代初提出那个的时候，他那个理论预言的是零质量的规范场，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很漂亮的意识派。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 phi 就是我们现在是西门斯场，它现在只是一个单态嘛。哦。嗯，你如果你现在如果你要把它升级到一个 SUIL 的 I 重态，是吧？哎，它是可以是一个什么东西？嗯，现在是可以，就是在标准模型中的话，这只是一个 toy model。对。嗯，你可以把这种模型叫做阿贝埃麦克斯韦理论，是吧？因为麦克斯韦的电磁场加上阿贝尔希格斯理论，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标量的希格斯，标量除以比标量除以阿贝尔希格斯理论，阿贝尔规范场，就是realist 的希格斯是标准模型的希格斯，它是一个 SUI 的 I 重态，然后它还 UUI 的量子数，比你这个 toy model 稍微复杂一些，但是理论的 idea 是差不多。下一步你也可以先把标准模型的拉出来搞一搞，然后再搞那个多性爱重态模型，因为多性爱重态模型就是在标准模型的基础上加一个多性的标量啊。行，先到这里。